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绍嘅汤水系牛大力道仲猪尾汤，功效包括有强筋活络、护肝补肾。食材包括有牛大力一两、道仲一两、花生二两、猪尾一条，大概550克，同埋生姜三片。食材处理，将道仲清洗浸泡。浸软之后，尽量将佢搣烂，令到道仲胶破坏，等佢有效嘅成分容易煎出。支持汤水养生，记得免费订阅我嘅频道，多谢大家支持。道仲嘅功效主要有五个重点：一、护肝补肾；二、降血压、血脂、血糖；三、调理月经；四、孕妇安胎；五、养颜美容。烹调方法：首先将道仲浸泡搣烂，浸洗花生同埋牛大力，猪尾就切件飞碎，跟住加入姜片以及2500毫升嘅清水。大火煲滚之后，转为细火煲两小时，加盐调味就可以噶啦。成品大概有1900毫升。记得点赞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多谢收看，拜拜。